二十四，妙音菩萨品，入法华三昧无为安乐行，第二乐章。药王菩萨乘着大日如来的光明思想，入佛之见，以三昧乐证受益生身，化现救度众生。妙音菩萨乘着如来之力，如来神通游戏，如来功德智慧庄严入佛之见，以觉法自信信义生身，不起于坐，身不动摇，而入三昧觉，后方知是梦法，就一切所有规范的象限中，见到第一义谛，自自由自在的随从随顺，恒顺随缘，如观自在，性一切诸法自性之性，如幻如化，唯由从本源自性天真生发，故因意念本愿力，方能无为安乐行。一生生释放真如的原力，即是如来神力，而获得如幻三昧，故能以无量神力普入一切佛刹，迅即如意自在无碍。八地菩萨已觉了一切诸法自性之性，如幻如化，悉为梦中事，醒来悉无所有，能以无量无边的如来神力普入一切佛刹，即是众生妄想尘劳之中。迅即如意变化自在无碍，觉法自性真如不变，性意生身随缘真如，觉法自性，而恒除此菩提座，而不起于座，性意生身，随缘复感迷不周，而身不动摇，觉知真如，自性清净，本性天真。我们若能依第一义谛的象限规范，就能从净白无垢的第九卷轴解放被封印密藏的如来神力，再以如来神力的能量转换成如幻三昧，然后方能契入一切众生动乱妄想尘劳见妄梦中，而度一切苦厄，将众生从亘古来堕入藏世海中，漂流在世海经卷的欧泡中唤醒，让我们的双脚永远踩在如来净白无垢的第九卷轴，方能散发如来神力。如是就能看见这个宇宙片处是如来现象，充满着生机澎湃的能量。性海经卷，心是海经卷，众生睡梦
刹海经卷，佛觉醒，觉法自性性一生生，三种一生生，由是转至化现如来神力。药王、妙音、观世音、观音普贤，即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，三种加持，净白无垢第九卷轴，普贤、妙庄严王、炫陀罗尼，以众生所喜见身现身面言说，做个自己本性性相的测验，是如来神力化现的三种一生生，还是逗留飘荡在众生妄想的见往梦里？觉法自性性一生生，从自性真如流出的性相指南，是来自净光庄严国妙音菩萨的祝福。妙是众妙之门，由如来神力引发的宇宙万物蕴藏无限生机。音如大师吹律，众随附和之，如是声和成文，是为音。妙音从今起，但闻一切微妙美好的音声，从此听不见烦恼吵杂的言语，一切须先从自己的清净耳根学起，若能居于法师位，就能以真妙行，出真入俗，无为安乐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我们要学妙音菩萨，念念发真如用，即能获得如幻三昧，就能以清净音妙气果体，即是以果地觉为本因心，念念意念本愿，心心不动摇，但闻一切美好音，看好耳门，不要再让烦恼吵杂的言语强势入侵。